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赛车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场 KZ 对阵到 GCR 的计时赛比赛环节。根据规则，计时赛的比赛赛道将从此前选定的赛道池中抽取一张。那本周的赛道池中包含金华东梦、十一城、一号公路、科隆大教堂四张赛道。下面有请裁判为我们来抽签地图示。本场 KZ 对阵 GCR 的计时赛比赛环节抽到的地图是十一城。那本场计时赛的获胜者将获得2v2个人竞速、2v2抢七竞速、1v1个人竞速的首局选择权。接下来，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。十一城，哎，终于来张新鲜的啊！我已经能脑补出来大家的选车选图以及跑的方式了，就反正奥迪娜加瑞兹祥林。那你竟然如此有感觉，便再预测一下最佳的一个完成时间吧。你也来吧，一起啊，你先。我先应该大概0.5的误差吧，那就是46.8。46.8啊，上下肯定0.5也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哈。那0.2的话，那我就46.9，46.9是吧？保留个47点小的这个概念。嗯，这样。目前他这个2B 的这个记录是47点小，47.1。啊，对，47.17，再准确一点。那我就降低一点期待，好吧？47.5。啊，05还是47.5？梦之星。哎，不太一样的这个宠物啊。其实在路人王对于这张图的理解也会不大一样，神宠的话可能确实比较看脸，是可能拉包不太仔细。不是，你这两个不要衔接起来好吗？那怎么说，就是各论各的呀。是阿毛的王图吗？不太自信。不是啊，这个是考虑到习惯，不是当场这个词。不是，你这个就太有逻辑性，有的时候也不太好，你知道吧？就说一句你就记一句。但确实原木之星要更加稳定一些。先来看一下双方。那你要说原木之星能不触发，我能过去，那得重赛了。看一下吧，现在路线选择确实阿毛这边要更快一些啊，差不太多。弹十一城在计时挑战赛上是必须得弹的。是的，我觉得这张图对于选手们来说应该已经是非常熟练了。对，熟练归熟练，但是想要稳住确实很难啊。看这个第一圈，你觉得46肯定是有机会的，但是重点在这张图还是第二圈。来，你多说点，感觉阿胖的路线有点小歪。感觉不能46了吗？两个人还有机会的。有46肯定有。对，你是给的多少来着？我47.5啊，非常非常的太保守，降低欲望。好吧，降低期待，这是对场下两名选手的不尊重。看吧，我折中一下，如果真的能跑一个46.5，就比我预计这个成绩要快1秒的话，我道歉好吧。我还以为在阿毛的路线想甩。咋的，梦回 S1 是吗？S1 还要再值钱，那还得看天气了。进阶甩尾可以，非常的稳啊阿毛，我去，这真是一点机会不给啊。而且目前的话有这个接近1秒的距离啊。真的来打扰了，给你机会禅师。道歉，这确实道歉，我觉得这太稳了，这没办法。哎呦，这46.4啊。那我还是保守。第一圈还保守了，就一分46.44。对，那折先47.6是吧？阿毛是预料之外的，这可是阿毛的王图啊，赫比尔可是稳王啊。得过七，那既然第一把跑出个46.4，要不第二把换个瑞兹祥林来试一下？我觉得行。对，要真换了，
那他可能就是确实对于这一方面不是特别的信任啊。他可能想多去尝试一下，觉得是自己的王图嘛。我觉得反而比起说不信任，反倒是非常信任，因为是自己的王图，那我就换一个宠物来跑跑。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换，对，跑还是稳，对，而且稳定触发跑出这样的成绩，第二局的话确实压力不大了。是呀，46.4和上一场比赛，34.9，我觉得也概念差不多，可能十一城这个破起来的空间要更大一些，但是不好破，因为这张图相较于京华东梦要更难稳。难稳，十一城确实是难稳，而且起步你可能稍微一个不小心啊，对，气没挤满，或者说车头没拉过来，车尾撞到那个墙，那就结束了。就使用到奥迪娜在十一城的跑法，起步失误的方法真的有很多种，包括其实我们刚刚有更多的去把目光放在阿毛身上。那反观谪仙的话，你觉得谪仙会有可能能跑到46吗？有，肯定是有可能的。要选择相信选手，就不管在什么境地、什么局面，相信就完事了。也希望他们自信，也能相信自己。自信即巅峰。这个赛季我们看到的是最多的。前面有提到，在这个其实在四张图当中，十一城是最难稳的一张图，就是相对于剩下三张图难度较高的一张图。是的，虽然说这张图11个赛季啊，联赛一直都在，且随着赛车的更迭，每一个版本用的车都不一样。对，但确实也一直是对选手最大的考验的赛道。来吧，第二挑战，起步，再接双杀甩断 WCWW， 起步都没问题。这次起步也很快。直接轻接再甩。在慢中快出这个技巧上，可能是阿宝确实要比哲青更加熟练啊。是的，就是这个弹射没蹭墙，角度拉满，哲仙这一把很快。哦呦，这个角其实这个弹射角度真的是很极限的，但是快出没点出来。哇，阿毛这个十一城这稳定性就有点可怕了，今天首都十一城了呀。可行，而且甩尾过来，哇，两把一样的路线啊，这。对呀，而且这把更快啊，快0.4，哇，有机会45的，来45。第二圈看一下，不可能，我觉得真的，场上实战不是实战，就是计时赛一把跑出来一个45，真的太难了。45你还得再道歉一次。我可以有期待。我镜头给我的时候我道歉好吧，我真挚的道歉。给阿毛鞠个躬。行。一会儿场下再聚一次。对，但是不可能，我确实难，确实难。而且后面哲仙是有拉近的。对的。看一下前面的弹射。阿毛前面路线只能说一般，对吧？这45的话真的太吓人了。这45的话，你进入到后面的比赛，很多队伍都会扳到11城的。哦，惯性拉起来，有机会吗？没有，差一点。再甩。45磕了一下，46.小，6.21，又快了。哇，46.4之后又来一个46.2，阿毛两次挑战，一次比一次快，幸亏没有第三把。恭喜阿毛，再来一把，暂时真要磕头了。这，哎，你说的磕头，我说的道歉。你怎么记忆出现混乱了呢？两场比赛不搭嘎的啊。但是感觉其实差一点点，我觉得就能四五了。对，但是差这道歉了。不过差这一点点，我刚才已经倒过了。对，就是大家都是男人，就不在意这些，无所谓的，对吧？该道歉道歉。对，但是作为解说，也要像场上选手一样保持专注，好吧？不过确实，阿毛这两把跑下来，他一个失误不给，可能更多的就是观感上，他细节是有一些变化，和墙之间有缝隙。对。
但是你就这个赛道而言，能够跑出这样的一个效果，稳定性，这个着实可以用可怕二字来形容啊。没错，其实刚刚有说，如果说跑到四五的话，那后续可能要搬他这首十一城，我觉得没跑到四五也要搬，我觉得是很有可能选十一城。